什么？什么？五号啥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金金兔啊！系民众吼检举案件，经本分局审查影片，影片中车辆规定驶入来车道，违规属实，本分局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处新台币600以上1800以下罚款。在此呼吁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，以维护行车安全。